其實一路工作以嚟，我都覺得應該係做翻自己，即係無論去到唔同環境，以前係做 model， 而家係做電視藝人，咁我都希望保留翻我本身最原有嘅性格。Always be yourself. There's no one better.